伯迪路威省市政局建筑前排水沟积清水，一名记者手持塑胶瓶跳下排水沟收集清水，拿起后的气味恶臭难挡。马华滨州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魏慕容今早召开记者会，带领媒体一路巡视当局位于伯迪路建筑物外的排水沟，发现疑似化学物质排放的积水处处，整条排水沟皆呈青色。对呀、啊。快点，青色的。